ご覧の番組は COC 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サカリコ。这个我轮胎胎皮换了，上次那个化石胎有没有？嗯，我已经换掉了。我们先听一下原厂排气管的声音，等一下再看我们换完以后的声音。阿泰，你知道怎么换衣服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在那哪有妈的专业的汽车修理工穿白色衣服？没有，因为今天哦，我们拍这个商品宣传照，所以我没办法，只能穿浅色，好不好？现在不解释，网友到时候留言说啊，那人修理的那个穿白色的，乱乱乱，戴项链了，戴手表了，不行，都不行啊！帮我拍瘦一点啦，干，不要跟泰山一样，啊，帮我拍那么胖，尽力了，尽力了。那个是会丢饭碗的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们是很有制度的公司哎，什么制？帝王制。对嘛，我是帝王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买回来，我也不确定管径一不一样。我先看一下管径合不合。我怀疑这个比较粗啊，原厂它那么粗，所以等一下看完管径不合怎样？这一集就结束了。对，看一下，哎，不一样，干比较细啦。它真的结束了？结束了啊，干，快！对啊，这比较大啊，干，要不要先拍再讲？没事。哎，其实我没有自己换过排气管。对啊，你会觉得身为一个专业的二手车达人，怎么会没有自己换过排气管？因为我们也不是修理车的啊。啊，通常修理车的朋友，我们总不可能车开去说，哎，啊，借我一下，然后我换一下排气管，然后不给人家钱。啊，换一下排气管，人家是会跟我们收多少钱？总是要给人家赚一下工钱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大部都是给人家换的，促进一下大家经济上的交流。哎，好像不是很简单哎。拜拜。嗯，如果去修车，看到修理厂师傅这么卖力，是不是他跟你收钱付了比较开心？你觉得说哇，这个事还没有想象中的好坏。我想说干嘛这么技术这么烂？干，这师傅行不行啊？看人家换装很简单，所以哈，我们这部片的意义就是，下次你们去修车的时候，要多给师傅一点钱，因为他们看起来好像很轻松，对不对？事实上他们是经验的累积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也算是键盘修车员。大家都问说小师啊，什么车什么东西是坏，什么东西怎么修，然后我都跟人家讲，用讲的都会啊。对，用讲的都会，所以我也是键盘修车手。我的强项其实是那个哪个电子的哪个啊？那这个17床上啊，你如果叫我在床上表现的话，我就还不错，是用过的都是这样讲的。可是我爸他们是这样安慰我，是的。叫柯P来录柯P传教士，推给他。干家来录柯P传教士啊！比较好擦，比较难拔，这样就对了。那个狗公是一样的道理。
发动。先试试看。而且有隔壁。好，发动。所以这现在绕到车里面了。对啊，要从这边进去啊。有没有？他这边之前应该，他这边是扁的，然后这之前应该这是敲到扁的，对，应该有敲到。其实我很想把这个拔下来，不要这个管子就不会敲到。可是你看这里会敲到，马达本体这里其实有点危险。所以你看哦，这支管子是二手，对不对？嗯。所以你看这边都有一些痕迹，所以这个就是他都是他之前去弄到的，有没有？这边也是扁的。对啊。有没有？他那边都是之前去磨到的，这个线接好了，然后接下来就要看要怎么送，拿个铁丝来，沿着他的那个钢梁，比较安全。弯过来了，要注意这痕迹有没有？如果这样敲的话，皮会被敲掉，所以要往上松一点。我现在是担心说。因为它这边如果万一它有摩擦到的话，所以我打算把这边都包起来。我看密密麻麻的。从排水孔的那个洞进去了，嗯，可是我舍不得把它挖一个洞，所以我就给它暂时这样旁边塞着。因为正常来讲，应该要这边要多挖一个橡胶，多挖一个洞给它进去。可是我不想破坏这个橡胶，所以我就一起用塞住。阿大，你帮我看看这有没有线？有了。其实太不用了。有一个小朋友去看医生，说医生我的包皮过长，然后医生就说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对，然后他就被包皮包住了。阿丹，你觉得你在这边工作久一点的话，你会不会体会到 DIY 的乐趣？对，我看看，我觉得我应该会修车了。哦，你觉得你会修车了？干，那口气这么狂妄，感觉我会换排气管啊。不难的嘞。对，不难。干，那键盘车手又一个。啊，保险丝盒哦，我要找一个店哦，来，我要看找什么店。哇，是打 blower， 我刚刚打 blow job，blow 吹加 ER， 专门的吹的，对，职业吹的，接什么最安全 ？wiper， 火刷啦，雨刷，而且它也有三指，好不好？我们借它的电。好，保险师走正店，他现在没有电，对不对？嗯，零码，我找一个板子。车子只要铁的地方哈，都是负电，比如说钥匙。我插在钥匙的那个锁头上，接地线就是车体的全部，只要你看到有铁的地方，这有烤漆，所以它被绝缘，有没有？嗯，我方向盘随便插一个铁的地方，随便插进去，都是负电。我现在这样子，阿蛋左手帮我扶手，那我现在关掉那个，没了，对不对？就是雨刷你有。发动才通电，才会通电。因为我现在抓借雨刷的电，那我另外一条就要去找一个负电。那我刚刚讲负电是那个叫铁的地方嘛，我把它弄松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是我们刚刚的负极，对啊，来绕进去。然后我们再来量看看有没有电，这个是正极。有了，对吧？嗯，有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就开关。现在目前这个开关，我
测试，它只能做一个一次，只能做一个动作。它这个马达有没有给它正电负电，它就会开。那你把它反过来给它负电正电，它就会关。以后要开的时候就这样，有没有开了？嗯，有没有？啊，以后要关的时候有没有把它反过来？好、哦，它就变这样。好、哦，好了，完工。没有啦，看要买个开关啦。好了，明天买个开关装进去就好。搞定，收工。The next day， 嘿嘿，昨天没有用完对不对？我今天去光华商场，可惜的是什么你知道吗？大脚桶已经没了。大脚桶是什么？大脚桶是什么？卖饮料的你不知道？喵，欢迎光临，可以试喝哦。喵，你不知道？我真的不知道。好了，反正大脚桶已经没了，难过啦，想哭啊。刚回来的时候有亮个引擎灯，哦，如果大家有看那个新南，对不对？那一集在这里，哦，你会看到仪表板有一个引擎灯，那就是引擎啥通病，这个空气流量计。其实现在的车它是这样哦，空气流量计是在侦测你的进气量，哦，然后经过电脑计算，然后去看你供油的浓度。那其实不是只有空气流量计啦，其实每个地方啊，比如说涵阳感知器啦、啊、节气门的位置感知器啦、啊、水温的感应器啊，各式各样的监测器哈、哦，侦测这个进气、排气、水温等等，然后它会告诉电脑会诊以后，跟电脑讲说要提供多少的喷油。所以空气流量计通常啊，就是在这个地方你拆下来以后，里面有一个比较鼓泡的方式，是有人说拆下来小心的用酒精好、哦、去擦拭那个感应器，因为会脏嘛。那通常都是清完以后再归零，然后再跑一阵子。那如果还会火，就摊开来；那如果还是会亮，电脑一擦还是空气流量计，那就是要换掉。那我们这次就是直接把它换成新的，好不好？之后陆陆续续再跟大家从 Vlog 里面去分享一下这个车回来我花了什么钱。结果本来只是想要去买一个开关，妈的买了这一堆回来，你看。我跟你讲，身为一个专业的汽车达人，虽然换排气管换得有点辛苦，但是男人哦，看到一些这种机械的东西都忍不住想买。你看我还要买这种，有没有铁的按钮？有没有？你要坐哪里？我也不知道。看，你看到吗？哦，开关好可爱哦，好精致哦，就买回来了。先买再说。对，先买再说，总有一天用得上它，好不好？这个哈、哦，有一点像电动窗开关嘛，按下去电动窗往上，按下去电动窗往下，因为它这后面有五角，然后我搞不清楚，我就上网问网友，在粉丝页说，万能的 FB 大神，有人可以跟我说这个脚位吗？哎，没漏气的，不到一分钟，我们的粉丝页的粉丝都是各行各业的达人，马上就有人传线路图给我。好，话不多说，把昨天没有完成的事把它完成。我看哪一个脚比较可爱，我要挑一个比较可爱的开关。这没有铁吗？没有呢、哦。我今天看到一个很帅，你知道吗？它是一个红色的像盖子哦，盖子哦。然后你要把那盖子啪翻开，然后里面有一根铁棒，啪，有没有？像那个核弹发射的那个，干我超想买，我差点就把它买回来，一个100多块。可是我不知道买回来要干嘛，超帅的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男生看到那个东西，如果是娘炮的话，例外。啊，娘炮在逛芭比娃娃，哇！我要帮我的娃娃买哪一件衣服，有没有？不要性别歧视哦，我们是这个彩虹支持认同，好不好？这是我比较温柔一点的男孩子。看，等下又被网友泡了。哦，这个好，这个按起来质感好，有没有？光听声音就很清脆，对不对？好，装这个。你看啊、哦，网友传给我的，有没有？伟大的网友就是这样，电机接这两个负正负，只有两个负，好不好？处理。看网友有没有骗人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这点会。哦，开关的不行。哇哈哈，他关嘞。干，这个才可以啊。好了，哇、哦。开关不行吗？我靠，赶快来救我了。啊，杜阿姨啊，不然比赛，感觉是不良品。现在啊，哇。干，他重接线的啦。看他剪掉再把它接回来，人生就是猜猜中中，来一下，再试一次哈。很乖乖，有了有了，拍他拍他干，妈的嘞，怪爽。昨天我改这个管子啊，然后我传给车主看啊，被车主骂，他说我保持那么多年原汁原味被你毁了。对，我说我原厂管留着啊，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开影菲萨没有那种。声音，然后没有大尾翼，我实在是。对啊，他尾翼要换吗？已经来了，好不好？已经来了。别讲哎，泰山来监工了，我们有监工啊。
不要这边假惺惺啊，去吃你的炸鸡啊，干。基本上贴补这种东西哦，跟补品是一样的啊，有病治病，没病强身，多吃总比没吃好，多包总比没包好，对不对？不是我昨天被车主骂，然后车主一直很自豪说，这个三菱汽车这个叫我要留着，可是我真的他妈的很想把它拔掉，怎么办？哎，我钱都给他跟他买，然后我的一举一动。都还要被他监控，那怎么洗？啊，都发白了。感觉有一天我会把它撕掉。然后试车。我应该先发动，然后顶起来让你开阀门，好不好？第一种，对不对？还有两种。我这低速很不行，这低速会上不太来，你知道吗？涡轮迟滞很明显，我先把它关起来，跟它有什么不一样？它关掉跟原厂一样，很安静，超安静，超安静的啊，对不对？如果是关起来，有没有？然后不好意思借过，有没有？好，我把它打开，闪边呐、啊，我来呀、啊！有没有完全就是不一样的性格？爽，看你不会傻就是要这样。停在路边，啵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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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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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我都爽起来。可是其实起步真的蛮慢的，它那个侧排出来哦。看这两个在拉 K 是妈的嘞！不过其实我觉得它这个管子关起来有没有？有回压，开起来很好开，很顺。打开以后只有砰砰砰砰砰砰这样而已，开一个爽感而已。所以才要做开关啊。它如果用原本有回压的状态有没有？你看这整个起步就变很顺很快，有没有？好啦，那这样我们这次分享算。成功了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总算有个结尾，对不对？拍了两天，还跑去光华商场，大脚桶妹也没有了，默默的就去买一堆开关回来，终于选到一个可以用的，好不好？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帮我们订阅、留言，好不好？追踪一下。最近生意不好，碧红蓝的影片支持我们做更多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下次见啦，拜拜。这个吧，好的，你知道女生看到什么车最兴奋？那个快递的车 ，DHL 啦，顺丰快递啦，黑猫的啦，不是 BMW， 也不是法拉利啊，女生看到会兴奋的车叫做快递车，好不好？
心跳加速，哇，我订好久的衣服终于来了。啊，对哦，我要不要跟大家分享那个排气管我花了多少钱？那个排气管啊，我在网络上买7500，二手的，付那个阀门，然后开关是100块。前面，好，停一下。